你们说谁帅呢？啊？你们说谁帅？谁帅？谁帅？龙哥，谁帅？洪小龙。龙真的是。啊，真的是。我操！哦，要啥有啥。哦，我一个男人看了都心动啊！我是拍美女无数的，哦、真的我。一般我喷男人是没感觉的，但我跟这次拍的我这次心动了是吧？拍的小心脏砰砰跳。跟我去兜风。这里呢就是我住的房车，面向大海，给大家看看。现在的早晨，阳光最足够的时候。这里的椰子树长得非常高，到了椰子就成熟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大草坪，昨天这里在举行一场非常隆重的婚礼。朋友今天给我送来个柚子，大不大？最近我还研究了一下我这次阿诺德欧洲赛的选手情况，大部分都是来自英国，还有澳大利亚，还有加拿大，最想跟他对抗的就是瑞恩特里。我预计我的名次会是在五名以前，因为我从意思上全都把他们翻了一遍，我觉得状态特别好的，不超过三个。但最主要还是把我自己状态做好，拿出最好的状态去跟他们竞争。这次去英国，我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，因为在英国也有不少的 pro， 想一一去拜访他们。然后听英国的朋友说，在英国那边有一个家族，他们就是从父辈开始就是 pro， 就全家全是 pro， 然后住在一个乡下农村，但是整个家就是个健身房，我也想去探索一下啊。对，还有多良椰子是伯明翰的，这次比赛就在伯明翰，所以他在伯明翰是非常有名的，还有他儿子开了个健身房在伯明翰，我想我应该会去他那边训练。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次的欧洲之行呢，行程有了新的变更。在10月2号，我比完英国阿诺德职业赛之后呢，我会立马启程前往迪拜，然后在迪拜需要住上14天之后，我就可以飞往美国参加10月23号美国圣地亚哥的职业赛。这些是我目前确定的行程。3, 2, 1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。我大声说，我爱的就是你。的爱的就是你。